啊，得行，记得无双的我家哈，又是妈妈一车，我走了，把火开起，听没有？晓得，我发火了，因为我弟弟那个头发屋里面有点漏水，说我爸爸要在家里面待几天，等那个匠人师傅把那个漏水的问题解决了，他才回去。因为我妈最近的腰有点不太舒服，我在重庆给她约了个专家号，然后我那趟回去的目的呢，主要就是带我妈在医院里面去检查那个腰，看到底是啷个回事。她最近晚上又睡不好觉，因为那个腰啊引起的脚痛，所以急急忙忙的赶紧回去，先到达州去，把妈接上，然后再回重庆。我们的小镇还是蛮热闹的。我已经到达州了，已经到小区了，把那个蔬菜和杨督军给他送上去啊。那个是隔壁邻居送给我们的蔬菜。哎呀，大莴笋！那个给他拿上去。抓把那个菜抓点出来，放在那里。杜鹃很喜欢吃这个，给它留点。我们一家分一点点，够了。那次回去给老丈人掏了两瓶，我们通江的好酒。哎呀，把东西装去吃个饭，把妈接上，我们就回重庆。我们把饭也吃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回重庆，把妈也接上了。右转，随后150米。吃饭我就没拍视频了，免得给老子有些黑子又说我一天到晚蹭流量。现在没办法，以前嘛，我们不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又说我们兄弟两个之间有问题啊，待起频率高了呢，他又说，果然我今天。才别个流量，啊，蹭流量就。他说自己的弟弟，又不是别个的弟弟。一家人不抠，人不得起喽。啊，有些黑子。他就是肯恩他的啊，管那么多这。没有，我说耍的。是啊，不管那么多，哎呀。走了，回重庆了哈。17、18号，你要还把我送过来。哦，肯定送。讲起了那个，他18号开业呀。在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现在目前就做成那个样子。嗯。吊顶还没吊完，电视墙也没做。然后厨房把墙砖贴完，地砖没贴，早架好了。厕所也是把墙砖贴完了，然后地砖没贴。看吧，那就是当父母的，都还没弄屋，现在在那里看一下。是。心里面一直的把那个事情挂牵到的。咋样嘛？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吧？我跟你说，当时你来看的时候，啥子都没搞，你看不出来。现在稍微弄一下来，你得一个大概，对吧？走，我们走了，快，走回，快点，你儿媳妇在屋等你，走。走嘛，走嘛，走。你看也看不到个啥名单。哎，装新了才看到那个。哦。好，下来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回去，慢点儿。嘿，你也打得开，钥匙在我身上。你没锁呀，是吧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没锁呀，打得开。回家了，哎，开了一天的车，回去好好的吃点饭。哎，亲家，哎，你回来是钱吧？你好久不见啦。哎呀，你好久不见了。你把那锅留着。哎呀，也难听，我就是你还在在也车，我干车过的呢，车上不管了是吧？哎，咱不是忘了嘛，他不准呐，他不准了嘛就。看到没？这啥子？哎。耶。哎呦，银的大气。两种口味还不一样。通江的银的大气。哈哈哈哈哈。那还是有酒喝，嘿，差不多。儿媳妇，你在忙啊。哦，妈，我洗了点菜，你不是喜欢烫菜吗？我熬了点鸡汤在烫菜。那会带的货不是多，稍微拿点儿呗。
我下一趟再回去，那天把那个屋里有点事情嘛处理完，那个你自己放下去，你自己拿自己喝哈，我就不喊你了。好的，我又不喝，喝那个冰糖的人。放在那儿就是。哦，你自己拿的方便你就放的，但是你自己拿去喝。我们一起安全大家哈。今天有点赶时间，从通江的一路赶到达州，达州赶到重庆。以往天呢，我都是从重庆回去的话在临水休息，要么就是从通江回来的话也在临水休息。我来休息一下，这里今天是一口气从通江直到重庆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你们生活愉快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哎呀，走了那么多天，花都还没有凋谢，还不错，今年运气好。